汉堡其实汉堡城池也很好看的。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意思。没事儿。那个肉是不是太黑了？有一些黑。它有点往下流这个汁儿，显得还很新鲜的样子啊，是吧？还有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啊，最关键的一个到了，芝麻，对，哎，有没有像？这必须有像吧？栗子怎么还有汁呢？再把它遮一下了。哎，对，上面再喷点栗子。嗯，这个可以。叶子嘛，它有些汁那个。叶子怎么还有汁呢？不是，它有还带丝儿，它还得拿红色的再补。番茄汁儿留点可以的啊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说的很对，它是番茄汁儿是吧？就远观的话，完全就是一个 hamburger， 对 ，cool。那边来个薯条，可以，你看，华莱士薯条基本上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可以弄个红色、白色的黄色薯条，对，我觉得还得靠你，咱得有统筹啊。下面是白色的，对，给它弄完 ，nice， 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这个有点尴尬的，有点矮了。加点，另外点啊！我看你薯条不要太长啊。哎，对，这个简洁。看得出来吧？可以，有点啊、嗯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这个卖一份很亏，很大一份。就这样，全鸡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哇哦，薯条汉堡，这不能近看，得远点看才像。猛一回头，那可像。回头，嗯，哇，谁画的？画这么好？猛回头，一点都不真正。哇，你们真的很快哎，好快速哦。我们是快男哎。但不要太快吧。好的。这个盘子里面少了什么东西？画一个鸡腿鸡块，那我来画鸡腿吧。高一会儿，随你高一会儿，鸡腿。哎，不对，哦，厉害耶！这是什么鱼吗？鸡腿蛮 Q 的，你再大一点去。不用，刚才那样挺好的。哦，那我就把它吃了，能吃掉吗？Alan看得心大。Oh my god! My god! 啊！亮哥在下面画了个鸡腿，我感觉整张画被破坏了。就是鸡腿可以小一点，就我觉得。哎，这个鸡腿远看还是可以的。我刚刚近看没看明白，一远看好看的。是啊，我这边再画个腿吧。哎，有两腿，可以。可以的。有两腿。哎，这个鸡还不错，真的，这整体下来挺好的。对，咱俩再合影一下，杨根站那边。今天他们那个啊吃的那个啊胖大海啊，对，我要生生不歇一下。
胖大海，吃了会不会胖呀？真的是。我用我们华莱士的华杯。我先把琴练一下，我说这个歌。我太久没弹了。我也想唱一下这个，我来唱和声，试一下。